好想牵你的手，漫无目的的游走，又来一个，才像是蛋糕奶油，能让你停留。我也干什么？海水路边回忆，发光的气球。老师，可以开始上课了吗？开始复习上节课的内容，开始准备动作，搭肩。我的小朋友，哦哦，想把你藏在没烦恼的宇宙，可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，也曾故意装作。说呢，把你穿这件衣服真丑，不如你丑。每次见你都有熟悉感受，就算记忆出现了缺口，再见你还